因为我们现在要的是有没有达到医疗，因为并不是并不知道并不在乎他是不是说，他是哪一个进口。我们学校订购的口罩，含老师和捐赠，还有一些校外的家属一起团购中，总共有80盒。对，然后现在就是问题，就是说，如果政府有用实名制的话，要让我们去换，我们没办法换。对，因为他毕竟嘉丽这间公司在这边巴黎当地是一间很老的公司。那其实我们学校几年前也有用过他们的，虽然品质算不错，可是问题就是现在有掺杂到的话，学校的家长会有疑虑，所以变成说我们不知道如何去跟他对话。因为现在家长和买的一些老师他们的疑虑是说，他的品质有没有达到医疗级的？因为我们现在要的是有没有达到医疗级，因为并不是并不知道并不在乎他是不是说，他是哪一个进口的，只是我们要达到他是医疗级，让小朋友用的安心，老师用的安心。需要的是政府给我们的保证，我们不需要业者给我们的保证。